哎，老苏呀，这差点退转了赢了。哎呦呵，哎，苏科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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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？先回去写计划书啊。整栋大楼的建筑面积，包括主楼和副楼的八号演播厅，一共是45000平米，楼层18层，卫生间40个，每个房间的卫生死角大概是6到8个。我们的工作呢，不仅要打扫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地方，包括那些容易积累灰尘、还有细菌的、容易被忽视的角落，都会打扫干净。哦，对了，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制作的一些小工具，您看，这个夹子呢是用来清洁百叶窗的，最滑，很容易就清洁干净了。还有这个是用来清洁门把手的，门把手这个区域呢也很容易被忽视，您看轻轻往上一套然后一转。还有这个是用来清洁缝隙的，比如说这个柜子就这样刮一下。哎呦，您这够脏的啊。日常清洁呢是分区域的，不同颜色的抹布对应不同的区域，这样避免交叉污染。还有楼梯间那个门关闭的时候声音过大，建议贴上这个胶条，便宜又好用。我认识厂商，可以给到批发价，1组8分钱。另外，今天这个小建议还有批发价，全部赠送给苏科长，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。您看看，环保的，没味儿。你到底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在格陵兰大酒店做客房部经理。怪不得呢。苏科长，这个工作交给我，您120个放心，我保证把这栋大楼打扫出星级水准。这个活儿对你就这么重要？特别重要。